大家，我最近没什么发影片，因为开学的关系，而且我也想不到题材，大家有什么题材可以叫我拍，在底下留言。你们问我的问题我还没有回答，因为最近没空，可能下一支影片是Kana，大家尽情期待。要放假了，可能下个星期会出很多影片，但我还没拍好。好了，我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